维克多，我们打维克多啊，铁男，应该不是铁男吧，应该是维克多。给大家来一把火男教学啊，好像是铁男，莫德凯撒中，维克多上。打短手的话呢，我就要压制他了，点他。这个 Q 呢，要看准时机放啊，一定要保证命中率。趁他补刀的时候，给他来一下，来一下，哎，必中。哎呀，我这个刀漏了，有点亏的。三个远程兵在打我，好痛苦。不过我有血之滋味啊，没关系。血之滋味来一下。一他。刀落的有点多。炸的。啊，补刀了。他拉我。我可不是傻瓜呀。一年。炮车打得好痛。他有多兰盾，回复有点快。烧他，好，祭他，定他，点他，点他，烧他，点他，没连上，断了。好，我感觉他要上当了，算了，还是有点肉的。回复有点快，我们压他压的有点操之过急了。我们有多兰剑啊，升到五级，升到五级，用技能推一波线回家。他现在有点小膨胀，他有点小膨胀了。他觉得我打不动他，我现在是打不动，蓝不够用，要控蓝。好，推一波回家了。我三级 W 推线比较快，给他打无所谓，我走了。 OK， 回家。950，这个章节不够，那就先来一个小黄书吧。多兰剑真眼，蓝不用回满啊，不用回满，回蓝还是挺快的，3.5每秒，走到线上也差不多了。等我吃完蓝 buff 就可以放肆的压他。远程兵点一下。炮车必须要吃到。好 ，OK， 视野做好。他六级，我们小心了啊！他有斜着，
小心他框我，小心他的大招。烧他 Q 是肯定不能放的， Q 是一定不能放的， Q 要来控制他，防止他大招框我，跟我硬打。你看他有点嚣张，在塔前你敢调皮啊，我队友来了，但这个不好抓，因为他能框人，那我上他肯定框我，男枪上他框男枪，不好抓的。还是先收回来，有点着急。我的技能是非指向性的，所以很不稳定，他躲在小兵后面的话我的命中率比较低，而且我现在蓝又不够用，所以没办法压制他，他本身就是一个战士，很肉，带得多蓝盾啊，但我们蓝 buff 只要吃就不一样了。烧他一波，炸他一下，你看他马上就回上来了，这样我蓝吃不消，这波兵要给他吃了。兵好，我有蓝 buff， 我有蓝 buff 了。兄弟，给我吧，真的。我要了很猛，他不给我，那我可能要回家出个章节了，出个章节。本来没蓝发育，没蓝了，没得办法，没蓝了，挂机。他拿我一个蓝，我不至于挂机吧？不至于，不至于。没了，他死了。没关系，他下个蓝一定会给我了。我可能 buff 给莫德凯撒，我就有点难搞了。但我现在好歹是有章节了啊，还是可以的。一条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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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红蓝 buff 给我交出来，就膨胀，啊，就膨胀，把你打个大鸟。调皮，小看我布兰德的输出。我靠，你还来抢我兵，你这个人。这是什么鬼？在我旁边，我就给他重几键按一下，调局。大家重启，我现在发育很好啊，我现在发育很好。很把龙吃了，没所谓。我们做一个短腿法师就发育就好啊，到中后期打团。
我的威力就体现出来了。这个塔皮呢不是很敢吃啊，好，铁男在上路还没走，那这波可以吃，他的打野是留不住我的。吃不了，没闪，掉了，算了，别过去了，他大招把我留下来，我跑不了，烧死你，烧死你，大招就弹你，弹，怎么说？就硬消耗，怎么说？哎，舒服。我也不杀你，我也不指望杀你啊，我就耗死你，我手长，要利用我们手长的优势。这个塔皮要吃掉，他不回吗？行，他不回，我烧死你，我丢你。他现在大招框我没用了，他打不过我，我烧死你，我定你，知道了。回了吧，当巴德来了，溜了，拜拜。我可能有点嚣张了啊，我一个短腿这么去压他不太合适。烧，他的队友都在附近呢，我不能过去。烧，拿他刷黑暗，很舒服。他维克托也来了，可能在打峡谷，现在搞不清楚。兄弟给个蓝，这波蓝你应该不会不给了吧？不管是从操作还是数据上来讲，我这盘应该都应该没毛病。前四，再刷一点啊！再刷一点。感谢孤独星夜的大飞机，谢谢孤独星夜。来，我在定住，先晕住，风筝他很好，大招没开出来，秒掉了。OK， 我回一波。各位。还差十张办卡，就可以完成任务了。我们来一个，再来一个红包抽奖啊！再来一个红包抽奖。好像不太好抓哎，他能大，有 TP 了，完了，我们队友还好我到了，看看我。大招，给他一个 Q 定住，死，很好 ，OK， 还好我来得及时。吃峡谷去吧。不是啊，屁，追，再追，他应该有大的，定住。再E一下，好，他被我爆烧死了，他被我烧死了，哎，我靠，来了一个花德，我中路大乱斗，抽奖开启，500大红包。比分差不多，
定大招直接点，不跟你多逼逼，就耗你，就耗你。我们看谁伤害高，我们看谁伤害高，我们看谁伤害高。你调皮，啊，女飞要调皮，就觉得我火男没输出，或者觉得我技能不稳定，所以我上来就给他大招。我看他撤不撤，他不撤，他有点火大，他有点脾气。小青年打游戏不能有脾气啊。加喽，马上还来一个。他 W 开过了，欢迎大家参与抽奖啊，一张办卡即可，还能加入粉丝团，还能帮我完成办卡循环任务，一举三得。定住，调皮，大招再还手，哎，我炸死你，黑暗收割，我技能全丢，就刷黑暗。发育一下，赶快出个冰杖。铁男在那边，好像这波算了，打不起来了。大招马上好，我 E 死，我 Q 死，我烧死，你再来我就大你，又刷一层黑啊，十层了，下去，偷他一波，你们推吧，看他推不推这个塔，如果他推的话，好的。人头倒是，这人头是肯定有了，你跑不了兄弟，先E他，点他，给他点人再点，哎，这个你就跑不了，知道吧？他想躲我的 Q， 不可能的，我不会放的，我前两手就虚晃他，我就平 A 他，然后趁这个机会，他肯定要走位，他在走位的过程当中呢，你就贴近他，贴他身再甩 Q， 他是躲不了的。这个火焰烙印就必中，中了就肯定死啊，输出就全部打出来，触发我的被动三环，我一烧死你，大招还手，不折，折不折啊，我就直接甩大招，我不管你死不死，早用早 CD 就打消耗，还差一点吗？差一点，这个冰杖还是很重要的，先刷个冰杖，然后再出个兰德里的折磨，我输出就爆炸了。这两个装备非常适合布兰德。我的操作还是把这个格雷弗斯给镇住了，他其实开始不太相信我，但他现在心里有数了，他知道这个火男不简单，有点东西，他还是老老实实把蓝给我了，他觉得弗兰德很强，还差100块，我再收100块回家出个瑞利亚冰晶结账。打不中，被风筝了，不行，算了，别强冲，挡住，好，没事了，
E 他定住，大招不着急，靠近队友不行，没靠近，只要我在混乱风暴一弹起来，他们就GG。想干什么嘛？你就说你想干什么嘛？你当我，你当我布兰德是傻瓜？我没大了。你想干什么嘛？你想干什么嘛？你想干什么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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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贴身的你还能躲掉了，还是我被定住了，我完了。我就，哎，我被 ADC 给盯住了，这有点意外。不是 ADC 的话，这个蛮王我可以风筝把它放死。还有最后四分钟，欢迎大家抽奖。火龙没了，瑞利亚冰晶结账。主要是没大，这波有冰杖了啊，团战会厉害很多。这个蛮王不怕死，他有大招他也不怕，反正就冲我，我可能要出个金身防他一波突。来来来来，推中推中，我要大开杀戒了，我冰杖一出就不一样了，完全是两个英雄，好吧？冰杖一出就不一样了。好，缓速，漂亮！大招我弹死你，你们敢靠近？好的，我就躲在后面阴。您输出，入空混到了吗？没混到。OK， 这波高地拿下，他们泰达米尔不在，非常好，回去一个就行。来来来，他敢守，你敢守，你敢守，你敢守，定做点燃 boss 啊，三博。高点高点高点，好的，切魂券够了，出对了回，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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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，拆个高地够了。完了，高地没了。别放他跑了，打完我们可以打大龙，输掉我们可以。他的移速好像。也可以尝试大龙，直接打。现在我们是五打四，逼迫他们过来应战，接团。好的。你还敢在这吃甜蜜果实？你他妈是溜鸡哦！走了。我来了。帮一波，这 AD 来，我把这 AD 给查了。谁秒掉？舒服，可以，十六神书，完美。我出个那个金身了，防止这个蛮王啊跟我硬换。我先伤害爆炸。看看爆炸，折磨来一个抱团推上吧，
恭喜长安四九零五八九。飞象带着，好，这蛮旺死了，非常好。从上路推过去，不然他们这个上路超级兵有点烦。还敢出来争小龙啊，我们大龙 buff 在手，那行，这波团战我杀人出应该是满了，我有闪，这一块比较黑啊，先让队友探路，我们作为一个法师不能探路，先确定他们每个人的位置，这个很重要。来个烈焰风暴，铁男，好好机会，不着急开大，他们分开了，定住了，死，拉开，这个角度，哎呀，大招他就把你们炸，就炸懵了，一不死，一夜给我死，点燃不需要交，双杀 ，OK， 果然还是暴力，这个龙我不吃了。我先推象，我这有龙 buff， 25层，你敢守我吗？我有冰杖的，贴你身，你还能把我躲了？你给我开大吧，兄弟，我下一个 Q 就好，你能怎么办？我下一个 Q 就好了，哎，你死，你已经死了，兄弟，对吧？你想把我一波打死，不可能的，你能躲我一个 Q， 躲不了我两个 Q。想干什么？拉我，缓速，溜了，折磨够了，兰德里的折磨够了。猜中吧，我吃个蓝，点波 CD， 轰！这持续伤害很厉害的，持续好久，配合冰杖和这个兰德里的折磨，额外的提升，一直燃烧，比点燃痛多了。我只要一个技能打中他，不管什么技能，只要打中，就是三分之一。烧死你！我烧死你！我烧死你！我哼，你调皮，你别讲，你是巴德，我那还是调皮。烧死你！我甩。你看这个持续的燃烧，我爽，我受伤，我丢，我来了，大招弹，没弹起来，我牺牲躲了。